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凤。现在我的小表妹在那边直播，然后妈妈就在这里做饭。现在我来帮一下忙，帮一下做饭，等妈妈休息一下。然后小表妹呢也是第一次直播，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她哦。她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女孩子的，就是刚20出头，就是一些原因没有上学了，现在呢来跟小凤学习直播。希望她越来越好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她。这个是芋头丁，刚刚开始我还以为是肥猪肉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吃饭吃粥都很好吃的，也很下粥，就是说吃粥的时候，平时早餐呢可以拿来吃。不要放那个脚进去，喂，卡在里面去了是不是？我们马上就要吃饭了，朋友们还没有吃饭的朋友赶紧过来咯。今天我们煮了一个芋头炒猪肉，小孩子比较喜欢吃芋头，不准备吃饭了。这个呢就是泡椒萝卜干，这个是吃饭的时候可以开一小包，就是很下饭的。然后呢它的味道呢是很脆的，口感是很脆口的，然后呢会有一点微微的辣，还有一丁点酸，酸辣咸。很脆口。很脆口的哦。我们家公在洗衣服哦，在帮婆婆洗衣服。你看我们家公多厉害，帮婆婆洗衣服，以后我老了之后，光哥也有这么勤快就好了，帮我洗衣服。哎呀，真的是很棒啊！所以说老了之后有一个伴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啊。哎呀，这个牛哥回来呀，搞得鸡飞狗跳的。我不见了。啊？你先看一下吧。哦，进了。还走？哦，进了。还挺好的。进了。来。你要录好是吗？录好是吗？哦，这芋头，哦哟，咁大只噶！哇，嗰只有几多斤哦？木量有冇腰啊？冇有得。哇，好大只喎！哎呀，嗰只芋头要几多钱？16蚊币。16蚊币啦！哇，你过嚟睇下。
16蚊俾姐姐系吧？嗯。哇，一个就要16.8了哦！啊，牛哥拿一下那个芋头有多大个？有多大？看拿不拿得起来？哦哟，哎呦，重吗？哎呦，你看比你的头还大这个芋头哦，有几多斤重啊？公斤系嘛？有几多公斤？9蚊，3.6一公斤。嗯。一公斤的2斤哦。嗯。嗰只应该有7-8斤哦。哎，组长。哇，这个芋头啊，好大个啊，像那个冬瓜这么大个。你看，哎呦，好大只哦！哎呦，别夹坏了不？还有姚牛哥那个脸那么大吗？那么大的。去买打工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凤，看一下我们这个这么高，之前好多朋友问，这一颗这么高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一颗是西红柿，这个是西红柿，长得好高啊。然后现在上面呢，长了好多好多西红柿哦，长了好多好多西红柿啊！你看，小小个的，长得特别可爱。萌萌的那个西红柿长得萌萌的，来，我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好不好？看，这是西红柿的，这上面还有，这里有一个，然后这上面还有，哇，它现在越长越高了，长到上面呢，它还不断的开花结果，你看，不断的开花结果呢，这里长了一个，哇，好可爱哦。最近呢也有很多。粉丝朋友们问小凤，你家现在楼上的那个月季花开了没有啊？大家看一下，现在这一朵红色的已经开了。这个是草莓。以后也不断的开花结果了，这是太阳花，然后这里面呢还结有很多个西红柿哦，这里面哦，这个西红柿结得太好了吧，然后呢这外面这里还结了好多好多个西红柿哦，哇，那边结了一大串西红柿，哇，长得也太可爱了。然后这个葱呢，也是长得非常漂亮。这里还有一颗结了一个好大个的西红柿啊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西红柿有点长得像青枣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种植啊，能看到它开花结果也是很值得的，反正现在看到这个花花草草还有这个西红柿啊，水果啊，心里面都是美滋滋的。然后朋友们呢，你们也可以，喜欢花的朋友也可以在自己的阳台上种上一两盆花哦，这样子的话你的心情会好很多，平时不开心也或者压力大的时候看一下这个花还有这个果，你的心情啊马上就好很多，真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。